常的嗨，怎么说呢？因为聪明王来了，就是有3000元奖金。已经干掉一个人了，谁？就是我右边这一位，没错。他刚刚就说：“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一个地方超性感，就是我的脚裸。”他是要说脚踝，脚裸，脚裸，你这样丧失那个参赛的资格，淘汰了啦。等一下，要不要输给我？我一定会留下最后。巴拉荣加，你手上这一袋太诱人了。聪明王有3000元奖金，武林至尊跳的要死要活，1000块而已哦，你说这是不是命？对，所以脑袋比四肢发达重要。是啦，可以靠脑袋赚钱吗？耶！重点，之前两次的聪明王是谁举手？小杰，我们小玉。哇哦！我跟你讲，他们都是看不出来很聪明，结果都。黑马之姿，对不对？出现的。Okay. 好了，不啰嗦，马上来进行第一关，是我们猜猜我是谁。为了要选出咱们聪明王，马上来进行第一关，猜猜我是谁呀、游戏进行方式分成两组来进行，依照提示来猜出经过特效处理过的照片人物，每组前两位猜中者就可以晋级到下一轮。第一关就是我们这一排底底啦，先翻开第一张照片来给我们试。好，第一张在这。是，重点提示，先来讲一下。一，知名男性杂志票选百大美女的前20名哦，荣嘉啦，哎呦，这没有乱写吗？潘越云，地库制作人说阿伟有答案，来，荣嘉跟着出去，这么快，来来来，板个后面，哎呦，胸有成竹，来来来，来说一下。舒淇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第一个是美女嘛，第二个就是有个特征，就是厚嘴唇的地方，厚嘴唇，很性感的嘴唇。那怎么叫后置呢？还好啦，因为真的。好，那你要换吗？我不换。OK， 恭喜阿伟，答错了，傲取傲取。哎，我就说嘛，你的眼力有这么好吗？退一下，退一下。再来谁？多多有答案，多多来到板子后面。怎么了？二等，多多，你答得对了。我期待你，多多，我看好你。丝绒。哎呦，哎呦，你确定吗？很像。可是那百大那个前20名的部分，好像也有，好像也有，是不是？你真的很厉害，很另类耶！恭喜你答错了，错，回来。还有谁有答案？牙，哎呦，牙膏先，帅，快加油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这很不容易猜，聪明头加油，没那么容易要当聪明。好像是那个，就是某一个那个主播叫顾姐的，然后她是个真心美女。对，他不是主播吧？不是主播吗？好，对，好像是顾姐了。所以觉得他应该是有动过手脚。对对对。好，确定。确定。哎，你没有口臭哎，答错了。错，回来，小玉，小玉现在又不是很不用超级凤梨头，换了，超级凤梨头，赛亚人吗？你是？哎呦，哎，阿本。胸有成竹是吧？阿本，今天我看好你聪明王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是李显荣。哎，还蛮像的，是哎。就那个发型啊，还有那个究竟是对还是错呢？那个眼睛跟嘴巴都超像的。你看着我的眼睛，答错了。长得跟真的一样，王子。好。是，王子的头发要飞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敖犬说很熟悉。敖犬觉得很熟悉。对。你确定？确定？你确定？确定要被喷了。恭喜你，答对了。果然是个小聪明，重点先不要久
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二张图的提示了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是哦，黎明柔，好像、哦、他会生气吧？哦，最近复出了。真的，来来来，成龙、啊，提示二，很会说话。你看，我都说黎明柔啊，小玉有答案吗？来来，很会说话的百大美女，前二十呢？一二三，答对了！小玉果然是我们上一届聪明王。在小玉猜中之后，尾鱼还有野兽小兵也都齐齐的答对了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个题目太简单了吗？现在剩下最后一个名额，到底是谁能获得呢？哇，现在越来越多题答对了，先放下，我们看一下提示三，好吧？提示三来在这里，越来越清楚了，其实越来越清楚了，这一张哪有清楚啊？艾莎啦，艾莎，太小心啦，讲别的女艺人吗？不是，好衰的脸哦，多多。你来答答，我看看对不对？小叮当哥这么有自信，是谁 ？OK， 恭喜你答对了！哇，多多不错，挺有概念的。抖一下，已经六位了。来来来，来看一下答案，给忘了。来，答案就是哇。百大美女前二十名，很会说话，是不是好像吗？像吗？啊，跟你有一点点的关系。你的题出的好，恭喜王子、小玉、尾鱼还有野兽小兵多多成功晋级到下一轮，而下一组还会有哪些男孩晋级呢？